哎，大家好，我是乔克叔叔。哎，我是 Angry。好 ，Angry 啊，在这里啊，介绍非常好看的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好了，在我们12月17号、18号这两天呢，在我们的云林大坪巷举办一个稻草酸菜季的活动。稻草酸菜季？对。在哪里呢？哦，就在我们的云林国道交流道的下方有一个稻草艺术园区。有什么特色好玩？哦，当地呢会布置很多大型的稻草装置艺术，还有民工可以玩。还有呢？还有很好看的节目。哇，听说这一次呢，邀请到台湾魔术师联盟。哎，邀请到我们知名的台湾魔术师联盟，有精彩的节目。有哪一些呢？哦，比如说有魔术、布衣，还有特技。气球，还有泡泡袖等等等，非常精彩的节目可以看哦！哇，这，哎，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哟、哦！哎，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还有 Angry 啊，你知道为什么云林大坪巷每年都会举办这个稻草酸菜季呢？不知道。好，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大坪乡乡长林生宝乡长为我们解说，为我们介绍。欢迎乡长。啊，感谢咱超酷叔叔甲兄弟啊，大家好啦吼，我是大坪乡长林松宝，咱即次咱这个稻草酸菜文化节的咱定于这12月17、18就要来这个隆重登场啊，咱大坪的这个稻米这个产量咧是占中正市咱全国第一名，兼菜咧咱这个大坪的产量咧啊嘛占伫这个。80%，要利用咱这个活动咧，要来推广到咱这个稻米，加这个咸菜，这个稻米咱收割以后，咱这个稻草，拢这个农业废弃物，阮就是用这个农业废弃物，来甲变作一挂艺术品，一挂再生利用的，一挂这个作品的呢，咸菜咧，嘛是要来甲推广。咱活动即天咧，不但有咱的稻草的创意。加这个咸菜这个 DIY 有一挂咱只个咱个青农加咱只个农友先生加一挂厂商嘞爱拢会摆设这个单位伊要来向各位来介绍，就讲因只个农业产品加咱都有关农业的一挂产品要只个乡亲嘞大家爱来做一个这个参观啦吼，相信即天这个活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不但有咱有哪佚佗阮的单位咧嘛提供到一挂即个美味可口一挂即个咸菜啊卤肉饭炒大面要来提供吼各位即个食用嘅咧非常的欢迎咱各位咱都小招来参观来指导咧。好，谢谢林乡长。谢谢帅哥乡长。好 ，Angry 啊。所以这么好玩又有意义的活动应该怎样啊？应该找店家老公阿公九阿妈，还有爸爸九妈妈，还有多跑九六康，喂，也就是呢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到大坪，欢迎哦，又来哦，结束了啦，结束了，欢迎你，欢迎你。